嗨，你好，我是台湾妈拉提莎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最受欢迎也最好种的室内懒人蔬菜——水培豌豆苗。水培豌豆苗其实就是豌豆的幼苗，属于微型蔬菜，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芽苗菜。根据一些研究发现，芽苗菜的整体营养含量比成熟的蔬菜高出许多倍，而且芽苗菜相对来讲比较贵，在过去都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饭店厨师在配菜的时候偶尔使用。微型蔬菜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饮食的健康，在最近几年开始流行起来。水培豌豆苗的种植方法很简单，我这次是用我在超市买的这包豌豆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。这种一大包的豆子很多地方都有卖，而且很便宜，我这次就用一碗的豌豆来做实验。我之前也做过用萝卜种子种的萝卜苗芽菜，这次的水培豌豆苗的做法也是一样。首先要把种子浸泡在水里，起码要12个小时，然后准备一个比较浅的容器，我是废物利用，用超市装青菜的这种宝丽龙的板子，因为搓动很方便。我这次是用两种容器来做实验，一种是不搓动直接种，一种是搓动之后下面再用一个容器。选好容器之后呢，先在上面铺一层湿的餐巾纸，把泡好的种子撒在上面，然后浇一层水，再盖上一层湿的餐巾纸，放在阳光不会直射到的室内，然后天天喷水。等豌豆种子长出小苗之后呢，就可以去掉这个盖子，让蔬菜见到阳光。一般豌豆苗栽培7天，等到豌豆苗长到像手指头的高度，大概就是12公分，也就是2-3寸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收割了。如果你是在像我这样的超冷天种的话，可能就要花上10天才能够收成。一般的微型蔬菜都是属于一次性的，剪掉一次以后就没有了，要再吃的话就要重新撒种子。但是豌豆苗可以多次采收，所以我陆陆续续采收了3次。你看，这是第3次的采收，因为是水培的，所以这两种容器种出来，你就会发现没有打洞的就比较容易积水或者是生小虫子，也比较不通风。我的整个过程都只有加水龙头里面的水，没有任何的营养液，完全是靠豆子本身的营养让它们生长。因为这些豆子泡水之后会胀大，所以我发现我当初种的时候应该不要种那么多，让它们有点空间。你看，这些豆子都被挤得乱七八糟。我只用了一小碗的豌豆就可以种出这么多的豌豆苗，而且还可以多次采收，真的是经济效益非常高。而且因为微型蔬菜的种植大多是在室内，不需要菜园，也不需要土壤，快速又简单，在室内就可以种植。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看看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种水培豌豆苗的一些经验分享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